果给我回到20岁的时候，我得直接去找我老公王冠中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学生，虽然当时光线是很暗很暗，但是你看到行啊，也不会真的好靓。那个是我第一次看现场演出，我大概14、15岁左右。哇，我觉得台上的节奏好酷啊！我这三遍曾为对方做过最浪漫的事：煮饭、揸车送佢开工。所有运气都是为了老公能够遇到老公。老公，嗨，好漂亮啊你！谢谢。还没讲话呢，我就知道是他要很想把他抱住，抱住他。对于我来说，你一直沉醉在爱情里面，每一天你睁开眼。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问过我，哎，你爱不爱我，无论他在哪里我都可以完全感受到他的爱。多漫长也没关系，不管什么理由再不要跟你谈话，求求你好不好。